火炎性原品的启示，注意观赏。上一集咱讲到清佛祖师，咱导师往年到台中啊，向李炳南老居士求学啊。那么李老师甲大家宣布，以生死自在，随时可以往生。要在这个世间加大几年也可以。那么导师就甲八个同学真热心，那么请老师常住在这个世间教导来。那么大家想想的，用什么方法来叫伊常住？那么迄个时候啊，咱导师讲啦，还讲无智，咱大家无智慧，方法用错了，现在才知影。咱用什么方法呢？请老师讲经啊，请讲经总无好意思走，经无讲完呢，总是无好意思来走。所以当时啊，八个人啊，大家联名联名呢，请老师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伊在台中讲经，一礼拜讲一次啊，一次是一点半钟。这个点半钟够台语的翻译，实际上一次只有讲45分，一年讲43星期啊，对，43个礼拜啊，也够有当时啊，逢年过节啊，过节放假办其他的工作，这个讲经就暂停，一年讲43礼拜。这一部经如果在台中要讲完满啊，咱导师甲计算教育讲经的进度要50年，这一部经才会当讲完啊。迄个时候啊，伊老人家大概75岁啊，所以咱导师甲算算的呢，伊至少要活到103岁啊，这个华严经才会当讲完满。伊老人家甲咱讲华严经啊，那么讲完满，然后再过讲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啊，都要走了。那么这是当时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啊，这个大家同学按来讲啊。那么咱导师啊，介绍当时这同学听了，大家就真欢喜了。因为安尼算算的呢，这个时间呢，伊至少要活到130岁以上。实际上啊，伊华严经讲到一半，伊就走了。97岁，伊往生。那么往生了后啊，咱导师甲这同学啊，大家叫恍然大悟啊，讲咱用的方法错了啊，这老师也是往生了。啊，什么方法才真正叫伊？卖较紧往生嘞，如说修行供养，都改老掉了。伊逐工在讲经，人听经仰奉因为，唔听伊的话咯，唔肯照做，见到老师恭恭敬敬，老师讲什么拢点头拢是，离开老师什么拢唔是，所以这款的情形，老师就不注视了。经讲不完也无要紧，也走。所以咱真正明白这件代志，不能以真心、以诚意接受老师的教诲，用什么方法都留不掉。啊，那么咱读书讲，迄个时候伊啊年轻30-40岁的时候，年轻无这个眼光，只想着找一个大经或讲，无讲完无好意思走。只懂这个念头，唔知影真正清佛祖师是爱以真诚接受教诲，这个才用。如果在当时啊，咱导师讲啊，有今日以这个见识，今日这个程度，迄就无共款了啊！伊一定劝这志同道合啊，至少有10几个人
大家来依教奉行，认真照老师的教训去做，该老条了，伊就袂走了。有十个八个真正做的，伊袂走。啊，伊要帮助咱，要成就咱，所以这是清佛祖师，这是原则，一定爱知影。那么要一点诶，咱导师在前面长行文也曾经提醒诸位同修，道场建立爱大公无私，这是如法的，如说修行，请出家师父到这搭来弘法利生，请常住在这搭，不是，并不是把这个道场送给伊，送给伊，伊就假了，伊本来出了家，无假了。现在又搁有假了，又搁转去了。啊，如果伊一变心，这个财产是伊的，伊家己欢喜要安怎做法就安怎做。伊有法律保障，你也无办法干涉伊。你这个道场白送伊了。啊，如果伊做罪业，你都要判因果。啊，你讲这个代志麻烦，那无麻烦。啊，搁再回头来看。你若无完全送给伊，伊袂来。为什么伊袂来？伊惊你变心啊！伊惊你三心两意啊！待无几工要赶伊走啊！实在两难啊！这要安怎呢？啊！那么有人问咱导师这个问题啊，咱导师讲回答啊，回答讲我嘛唔知要安怎啊。那么这都要家己好好研究研究。啊，所以最后成立一个董事会，啊，请几个真正正信的佛弟子担任董事，啊，这是权力机构。董事会内面董事的遴选，啊，那么对于教理捌唔捌，无什么大关系，啊，最重要的是爱知影因果报应，这个爱知影。真正知影因果报应，伊在这个道场内面，伊会真忠心的扶持。伊决定唔敢起一个恶念，啊，决定唔敢贪一分钱，决定唔敢做歹事，你这个道场就坚固了。啊，所以咱道师在台北的董事会，伊是创办人，啊，伊请十三个董事，伊请董事的标准就是深信因果。啊，伊就是这个标准，伊佛法较差一点啊，无关系；修持差一点啊，也无关系。深信因果，伊就是这个标准。啊，所以董事会呢，都非常的健全，一心一意来保护这个道场，扶持这个道场啊，因为这个是权力机构，非常重要。董事人少一点啊，也无关系。啊，像在美国成立一个会，三个人就可以了。啊，美国政府就可以立案，啊，就可以成立一个会，最少啊三个人，所以一般五个人、七个人就真好，就可以成立一个会，真正志同道合，一心一意为佛法，无为自己，绝对不为名闻利用，自己成就也帮助别人成就，所以一个如法的道场。也是爱人来建立，人灵方道，非道方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所以咱要想建立道场，不能不留意，不能唔知影，对外形式拢爱清楚，拢爱明了，爱有真正的智慧，爱有毅力，爱有耐心，特护菩萨，特一切众生。做一点好事，这也是报佛恩。第十二首是回向，下面都是回向，这个回向是总回向。所有礼赞供养佛，啊，礼敬赞叹，一直到前面讲的广修供养，请佛祖师转法轮，随喜忏悔诸善根。这个顺序无按照前面的顺序，这个是经文阿文的关系。回向众生得佛道，
第十三首就是下一首，是相随佛学，这也是属于非常的一种。我随一切如来学，修习普贤圆满行，供养过去诸如来，及以现在十方佛。未来一切天人师，一切意乐皆圆满。我愿普随三世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这是两首八句，意思真明显。这一段在堂行内面，也甲诸位同修报告得真详细。咱学佛啊，最好会当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样，照迄个样来塑造自己。所以修学真正有一个依据啊，有一个依靠，是有真大的帮助。那么像咱导师常常讲起啊，以前啊，伊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伊向伊求学的时阵，李老师教伊学印光法师啊，那么迄是伊初学的阶段，以印光法师作为咱修学的标准，爱学伊个样，爱学伊个准心，爱学伊个泰然接物。学伊的修行，行行拢学伊。有一个样摆在面前，换一句话讲，有一个标准摆在面前，依照这个标准来塑造自己。对于修学来讲，的确是真有帮助。普贤菩萨在此地甲咱介绍的标准是佛，虽然伊是顶觉菩萨，当然顶觉菩萨榜样就是诸佛如来。地位平等，真难做榜样啊！总得比家己较悬一点啊，迄个才好，爱滚一下。咱今日发真正的决心，真正觉悟，咱发愿在自性当中，一定要往生净土，一定要见佛成佛。咱学习的样，最好是学习阿弥陀佛。印光大师早就往生了。那么李老师教咱导师学印光大师要安怎学法？印光大师文抄伫咧，依照文抄来学，就是学印光大师。那么咱导师今日劝诸位同修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就是阿弥陀佛。你依照这本经典去修学，啊，搁再找一个帮手，甲你同学同参伴你，找到一个帮手，甲你同学，啊，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注解，啊，可以帮助你，这是同学。啊，那么另外，咱导师上清下空上林啊，无量寿经讲义，啊，那么这也当帮助来。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是你的老师，有师有友，咱的道业就不然成就了。这个好，发心学了，爱学得亲像。阿弥陀佛是什么心？阿弥陀佛心内想的是什么？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。咱的想法、看法，拢甲四十八愿愿愿相应。四十八愿所无的，咱心内也无；四十八愿所有的，咱心内拢拢执着。安尼，你的心甲阿弥陀佛的心相同，你的愿甲阿弥陀佛的愿也相同。经典教训拢拢做到了，你的行甲阿弥陀佛的行也相同。你的心愿戒行甲阿弥陀佛拢相同。你就是阿弥陀佛了，哪有未往生的道理？决定上上品往生，这叫学佛，爱学得甲佛一模一样。啊，袂使亲像咱一般人学佛，安怎学？口学心无学，啊，所以安怎学都学袂亲像。口来念佛，心来乱想，怎么那样？口来念佛，心不是佛心，愿不是佛愿，
行毋是佛行，所以安学一世人都未成功，都不能相应。这个爱怎样？应该爱处罚的依佛做标准。咱家内面供养阿弥陀佛的形象、雕塑的佛像也好，画的佛像也好，拢可以。使咱逐天见到阿弥陀佛，卖袂记的，我爱学伊。阿弥陀佛就是我的老师，所以诸位同修。那么，在这个净宗学会皈依啊，咱导师啊，甲大家讲个真清楚。咱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，咱所依据的经典都是《无量寿经》，皈法法就是《无量寿经》，佛就是阿弥陀佛，皈经经就是文殊普贤观音世子密勒。这个菩萨经，这是无量寿经上拢拢讲到，这是咱皈依的经部。所以你家内面供养的西方三圣啊，佛上面摆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咱所皈依的三宝具足，这是真正的皈依，真正有依靠，将过去所有一切错误回过头来。老老实实依靠这个三宝，十五、十六、两首是重相行顺众生。这十愿是在讲，愈往后愈难，令顺一切众生，这是真正的涵养。涵养无够的人，要哪会当顺别人？这一条真无容易做到。为什么无容易做到？因为有我。我为什么爱随顺你？为什么爱随顺你？到什么时候才会当做到随顺？我未记了，无我了，就可以随顺了。只要有我，这一条就真难办。什么时候才会当讲我未记？这个问题就大了。什么时候你会当讲我未记？你才真正会当做到行顺众生，诸位爱知影啊！如果能学习行顺，确实能帮助咱破五执。五执若是破了，你念佛就得殊一心不乱；法执若破了，你就得利一心不乱。破五执、破法执，实在讲，拢在一个顺啊，能顺众生。五执就破掉了，令顺法界，法执就破掉了。咱用金刚经的四句偈来讲，先要破五常。金刚经上讲得真好，菩萨有五常：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迄毋是菩萨，受了菩萨戒也无用处。你受了菩萨戒，自以为是菩萨，佛无承认。佛的标准在金刚经顶面啊，你思想敢有破？思想破了啊，佛点头是菩萨啊。这菩萨不是大菩萨啊，大菩萨是安怎样呢？金刚经后半段爱破四结，讲着菩萨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菩萨。树上破了，树根也无破，是菩萨，不是大菩萨。啊，树根破了，那就是大菩萨。啊，可见标准摆在那里。假如咱真正树上破掉了，我无受菩萨戒，一切诸佛看到我，一定心念这是菩萨。啊，可见的形式无重要。诸佛菩萨是爱看实质，伊无重视形式啊，所以你爱拜啊。三皈五戒、菩萨戒，拢拢讲真实的，甲你讲真呢，无甲你讲假的形式，这个重要。所以请法师来传授，是甲三皈五戒、菩萨戒伊的戒体、戒法、戒相、戒形
行行拢甲咱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咱接受了，可以依教修行，这是传法。传法咱，咱也未记的，未当入教修行，传了就完了了，啊，传完就无了，啊，咱自己无得到，真正教主自己得到了，不能教主得未到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，接受佛的戒法，或一句话就是法官坚持修法的观念。佛的道法我遵守了，世间的法律我遵守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拢拢爱遵守。啊，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。如果合乎了，咱要方便来做一点犯法的事情，这是错误。啊，虽然法有开言，戒有开言，有开了持犯。啊，什么状况之下是开戒，不是破戒？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是为了救护众生，只有这个条件可以。如果自己方便利益自己，那是犯戒，是破戒，不是开戒。比如咱听到啊，某人啊。讲这个人的歹话，啊，讲伊真刻薄，啊，听到甲讲一，啊，真刻薄。第二天啊，拄到一，那么一就问啦，讲某甲，啊，敢有讲我的歹话？啊，讲某某人啊，敢有讲我的歹话？啊，那么实际上啊，你是有听到啊？这个假的，讲这个一的歹话啦。啊，那你是不是照实甲讲呢？啊，不是啊，你可以打一个妄语。啊，讲无啦，伊无讲你的歹话，伊赞叹你。安尼呢，假甲因两个人呢，以后会真和好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若是讲啊，我不妄语啊，你甲伊的话呢？一五一十拢甲讲，啊，这个甲讲你安怎都安怎，啊，安尼好了，啊，这个也马上去报复了，啊，不到尾啊，两个人就相拍，这个就无好了，啊，所以像这种妄语是可以的，这不是叫破戒，这叫开戒，啊，因为要利益众生，这个有智慧，希望因两个人彼此拢和合。希望社会拢会当安宁，拢和睦，卖引起争执，安尼就好。所以爱有智慧，爱有方便，爱有善卡，顺一切众生是爱有智慧，绝对不是感情。念念拢为利益众生，念念拢为造福社会，这是菩萨行。整个社会好，整个众生拢好。啊，我们奈袂好呢？我是社会一份子，是众生的一份子，大家拢好，当然我嘛好啊。我一个人好，别人拢无好，这个社会拢乱。我一个人在这个内面，嘛生活得提心吊胆，也得袂到安全。为什么我个心量空大，念自己不如念众生，念一家不如念法界？一个是得到永恒的幸福。一个只是得到眼前几年的福报利益，啊，这未必的。同款的代志，用心不同，果报差别，真是天渊之别，无法度讲得尽。后面的吉祥也是众生见面的回向，第十七首里面啊，甲注意简单介绍。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处中成宿命。上帝出家修正戒，无垢无破无川流。啊，这首偈的意思非常好。咱修行为什么？为了自己真正觉悟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知影凡所有上戒是希望。我这个心也是希望。我一生念念为这个心，伊是希望。啊，那我为伊就白操心了。
什么是真呢？灵性是真的。这个心有生有灭，咱的灵性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。咱爱照假修真，假是什么？心是假，照这个假的身体修自己的灵性，修自己的真心，修自己的本性，修到相当的程度，成绩就得到了。什么成绩？天眼得到了，天理得到了，宿命得到了。宿命是什么？自己过去生生世世代志拢知影了，得到吃的，啊，袂使去讲电啦，啊，不可以炫耀啊。注意爱记的，佛是文中绝对不以神通做佛事。佛事是什么？是教学。佛无用神通来教化众生，为什么？使正法会当救助世间。假如以神通教化众生，正法就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魔有神通，妖魔鬼怪拢有神通。佛若以神通来教化众生，这人会拢有，因会来魔抢佛菩萨。到尾啊呢，咱就分不清楚了。到底多一个是佛，多一个是菩萨，多一个是魔，你都分不出来了。啊，佛教都混淆了，所以佛是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。佛教化众生是刚经说法，啊，刚经说法妖魔鬼怪不用的了，伊无这个能力，伊不能干。啊，那么伊拿来讲经说法，咱一听就知道，伊讲错了，讲唔对去了。所以佛这个方法是妖魔鬼怪无法度防魔的，无法度魔枪。那是用神通、用禅定、用感应，妖魔鬼怪拢可以制造，拢可以膜拜。唯独讲经说法，伊无办法膜拜。啊，你看佛想得真周到。如果咱每一个人拢知影佛的教诲，咱对于神通感应之术啊，决定不相信，妖魔鬼怪都一点啊能力都无了。今日为什么邪法胜过正法？就是大家心内拢欢喜神通，拢欢喜感应，妖魔鬼怪一现神通，全部拢去了。啊，这法师讲经讲得更加好，有什么路用呢？啊，你人去到遐，人可以放光，可以离地三尺。啊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啊，伊进进有出有出啊！啊，都不爱来听经了，啊，去无神通去了。啊，伊唔知影佛门内面这大德有神通。有神通绝对无用神通，这就是讲有天眼通、有天理通、有宿命通，无用决定不用，这是一定要遵守的一个原则。这个能力现前，自己知影修行到什么阶段，所以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事理，你就看得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。啊，你要怎样应用在你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自然有分寸，知影要安怎运用，运用到拄啊好。上帝出家修正界，此地即个出家毋是形式的家，无量寿经上显佛顶十六正士，迄十六个人拢是顶得菩萨。甲普贤菩萨的地位是相同的，普贤是顶格，伊也是顶格，观音也是顶格，拢是顶格菩萨。啊，这十六个人拢是在家居士。啊，那么，那讲伊出家，伊是心出心不出，心无出家，心出家了。伊心地对这个世间一点不亮，这是出家修正界。
啊，像前面咱导师甲诸位同修报告的下联记老技术，迄个老技术是出家，心出心不出。有能力的人看伊的相片，拢讲伊全身是透明的。为什么伊是透明的？咱唔是透明的，道理在哪里？人伊的心清净，一点不亮，透明的。咱这个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一大堆，啊，要哪会透明？透不出来。所以人一看，咱的心是乌的，身体拢是乌的，乱七八糟。啊，人心地清净，一点不亮，不但贪嗔痴慢无，是非人我也无。像金刚经上讲的，四相无漏，四见无漏。所以有能力的人就是有天眼的人，看伊的心是透明的，啊，像水晶咁款透明，啊，这一点都无假。咱肉眼凡夫啊，看伊的心甲咱咁款，其实无咁款啊，这是上帝出家。所以注意一听到出家两字，就以为一定爱剃头，一定爱出家，你心内就发生恐怕。啊，迄、那个恐怖是错误啊！你对出家定义完全错了啊！就是勉强叫你剃了头、出了家啊！天人来看呢，你身体也是一团乌乌，不是透明。迄是啥物？心出心无出啊！心内面要有贪嗔痴慢，要有是非人恶，思想无破啊！虽然修戒律，戒律无清净。心静则戒就清了，啊，你才知影难，无容易。不过这个难，伊实在讲，拢是在你家己一念之间。你真正肯舍、肯放下，迄就不难。你唔肯舍、唔肯放下，迄就太难了。所以佛法这个事情，难伊拢无法度讲。你讲伊难，对于一个真正看破放下的人来讲，伊容易不难。你讲容易呢？对于一个不能放下的人，伊真难，真困难。讲实在话，非难非易啊！啊，都看你迄个境界安怎转换，啊，转得过来不难啊，转未过来确实真难啊。所以修行是为真正觉悟，觉悟之后。爱和众生做一个榜样，出家爱做出家的榜样，在家爱做在家的榜样。在家就是心出心不出，出家的榜样爱身心拢出，这才用，这是真正佛的弟子，拢是演戏，不是演给自己看，演给别人看。换一句话讲，心日以三业。念念之中，拢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修行是做榜样，出家也是做榜样。所以，咱在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里面所看到，五十三参里面每一个菩萨拢是出家，心出心不出。五十三个人里面，身心拢出的九个的人，九数。五十三个人现出家上九个的人，其他拢是在家上。而且在家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各行各业拢有经商的菩萨相邻，相邻当中的模范，相邻当中的榜样，依旧。商业行菩萨道，做工的人以做工行菩萨道，工人的榜样；将政的以国王大臣、宰府啊，即政治人物的身份行菩萨道；做军人的以将军的身份行菩萨道，做一个模范军人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拢在行菩萨道。拢是为菩提而修行，拢是出家修境界，拢是弘法利生。所以你若是想咱在家人要安怎学佛啊？你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你去找
多一个菩萨从事多一个行业，那么看咱多一个行业啊，甲迄个菩萨同款，你去学伊就对了。菩萨有做生意，有做工的，有从政，从事政治的，各行各业拢有。啊，要从事于宗教活动的，啊，像婆罗门啊，像现在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道教，拢可以。啊，菩萨去信迄个教，在迄个教内面成为领袖，做牧师咯，做神父咯，做阿訇咯，菩萨神父、菩萨牧师、菩萨阿訇，这都真好。菩萨在各行各业当中无界限、无分别，这拢是咱爱感悟的。特别在《华严经》上讲得真正圆满的，在这里面才会当看到佛法真正的面目。所以以前弘一大师教化咱，学佛应当从华严疏钞下手。这也是真有道理，确实有道理。可惜现在由于学校的教育废除了文言文，虽然对于读经在文理上多了一种的障碍，如果咱能当学习文言文啊，那呢大乘佛法的入门也是华严疏钞是正确。文言文重要不重要？啊，注意讲，非常重要。文言文是咱中国老祖宗了不起的智慧发明，这对后世子孙爱护照顾，真正是教了无微不至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，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，唯独咱中国有。因为咱的祖先早就发现了，语言会随着时代变，会随着地区变。啊，咱讲话呢，言语呢，啊，一代一代会一直变。啊，如果文字甲语言相同，用文字这个方法，甲古早人因的智慧、因的经验传递给后面的人，啊，传到后代的人。年代久了，啊，伊个变化就侪了，啊，都无办法辨别了，啊，古早人讲的，即卖人唔捌，安尼呢？古早人因个经验、智慧、因个意思，都失传，所以发明文言啊，甲语文分开，啊，语言随便你安怎变。啊，话呢？安怎变？忘记文字永远不变，文言永远不变。啊，这个文甲文言甲语文啊，分开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读四书啊，这个四书是孔老夫子当时教学的记录。啊，咱不得文言文，打开四书。就甲孔老夫子对面谈话同款，了不起的智慧。所以在教育上爱重视文言文，有文言文的修养，咱古老祖先几千年流传的经典，啊，这资本是因的智慧，是因的经验，总会当提供咱做参考。这是智慧结晶，这是国家真正的至宝。可惜文言文淡掉了。保藏伫咧，保护伫咧，锁匙弹掉了，袂当入去，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你讲这个有害啊无害？这是子孙不孝。如果注意，会当体会到这一点。文言文爱加强，爱努力，更应当教你的子弟爱认真的学习。你学会晓这套文言文的本事。你将来在智慧能力上决定超人一定。咱搁再看啊，接下来啊，搁再看普贤行愿品记上的第十九相，
十九相是修行二观，就是自利利他啊，两方面。菩萨在此地教予咱爱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行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故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。以诸学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自空。这两首偈内边前面两句，甲末后两句，也是华严经上真有名的经句。古代的真侪注释当中，拢引用着勤修清净波罗蜜。通常会在大乘佛法里面劝咱修六波罗蜜，这是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法界。这名词我想大家都会当理解。这名词下面拢有一个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，一直到法界波罗蜜。波罗蜜是什么意思？咱不能不清楚。波罗蜜是梵语，印度话。波罗是彼岸，蜜是道，啊，教的意思啦。翻成中文意思是彼岸道，啊。那么这是印度梵文呐，伊的文法啊，这个颠倒头过来啊，甲咱中国啊，这个文法啊，这个顺序无同款啊。那么依照中国的习惯呢，咱讲道彼岸啊，伊是讲彼岸道啊，敢那亲像讲咱讲先啉水啊，伊讲水先啉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文化啦。啊，这个顺序啊，中国甲外国啊，这个习惯上无同款。那么安尼解释，咱也是无啥容易明了伊究竟代表什么意思。那么意思，伊就是中国人所讲的道家咯。啊，道家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讲你功夫做到圆满啊，出师啊啦。啊，比如写书法。啊，这个书法写得真好，伊功夫到家，功夫有够啊！啊，那么功夫够了，圆满了，印度人就讲波罗蜜啊，书法波罗蜜啊，你画图讲画图波罗蜜啊，实际上就是含有究竟圆满的意思，就讲你这个学问啊，你达到圆满啊。啊，你把这个法门修得究竟圆满，这就叫做波罗蜜。菩萨修六波罗蜜，今日普贤菩萨在此地教予咱爱勤修清净波罗蜜。清净波罗蜜是指什么？是指菩萨六道六行拢爱究竟圆满，而且也爱清净。清净是决定不执着，如果执着。虽然修啊，不清净啊，修有修，但是有执着，这无清净。或者经上里面常讲三轮体空，就是教咱离一切相。譬如我修布施啊，卖想讲我今日修了偌济布施，我做了偌济布施，我做了偌济好事，有一个我。这个我就得了我相，安尼虽然修布施无清净，有我相。同时，我布施供养某某人，啊，这个人相也无未记。啊，你看我相执着，人相执着。啊，我今日供养伊偌济物件，供养伊什么物件，这个相。也记住，啊，你这都无清净了，必须我也忘掉，咱布施供养的对象也莫个记在心内，啊，布施钱财也是物品，也
也莫甲藏在心内，互即个心干干净净。啊，做布施如同无做共款，做如不做，始终保持身心之清净，一念不生。正是玉祖大师所讲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安尼才会当达到真正清净。所以菩萨教咱爱修清净波罗蜜，安尼才如法。不但爱修，爱勤修。勤就是努力精进去修学，这叫勤修。行不忘是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跟我们说菩提心，有三条：第一是得心，第二是亲心，第三个是大悲心。世尊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发菩提心，也说了三心：第一个是自性心，第二个是亲心，第三个是回向发愿心。啊，咱个这两个合起来看，什么叫德？原来自性就是德。什么叫大悲心？回向发愿就是大悲心。啊，这两个合起来就更加清楚，啊，清楚多了。可是初学的人也是未当明了内面的意思，必须爱加以说明。德是正德，性是不暇，德是无弯弯翘翘，咱的心爱静爱直，心原本就静直。佛在观经上讲得真好，自性真性到了极处，这就是直心。换一句话讲，心内面有委屈，心内无真性，这就不是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意思叫觉，由此可知。咱的心本来就是觉的，觉不是学来，是本来有的。马明菩萨讲得真好，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菩提心，这是咱每一个众生本来有的。虽然有，现在无了，现在是不觉。菩萨又跟咱讲，不觉本无，啊，不觉本来无，由此可知。菩提心乃是咱的真心，真心本来有，不觉是妄心，妄心本来无。本来有的当然可以回复，本来无的当然可以断掉。咱从这个地方产生了信心，知影妄可以断，真可以回复，可以得到。三心是真心，真心只有一个。真心本来有三心，啊，原来佛跟咱讲，有体有用，伊是一个，这个德心，或者咱讲自性心，这是真心的本体。换一句话讲，真心就是真性，真心就是德心。德心起用，伊起作用的时候，自受用，咱自己受用叫做亲心。清心是什么意思？清心是清净慈悲，清净到极处，慈悲到了极处。这款的心，伊自自然然，好德好善，好德好善也不是学来，是自性内面的功德，本来就有的。真心就是自性，菩提心就是自性，自性对自己起作用。无需要人教，伊自然好德好善，德一善达到最高峰是佛法。由此可知，伊对佛法自自然然的爱好，自自然然的向往，唔免人教，也唔免人勉强。啊，这个心叫亲心，咱这个心起作用，一个对自己，也有一个对别人。对人也是自自然然的升起大慈悲心，大慈大悲，主是乎众生快乐。换一句话讲，看到众生快乐，自己真快乐；看到众生苦，自己就真痛苦。
所以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离苦就是自己离苦，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。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离体，这是真心起作用的时候，对他人对别人啊，所以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体是一个，作用是两个，一个是对自己，一个是对别人，啊，安尼啦，讲之为三啊，三项，实际上事实是一个心，这是真心。大乘佛法是以菩提心为基础，建立在菩提心这个顶面。因此，小乘人无菩提心，阿罗汉辟支佛真了不起，但是伊无菩提心。为什么无菩提心？啊，未使讲伊无慈悲，伊有慈悲。啊，伊毋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伊也好善好德，但是好善好德无究竟，无圆满。为什么？小乘佛法，伊自己真满足了。啊，伊听到大乘佛法，听到无想要学，这就是好善好德，无圆满。对待众生的慈悲，众生去找伊求伊，伊肯干；众生无找伊无求伊，伊就歪插伊。啊，无像菩萨，众生无去找伊。菩萨来到恁家去找你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，菩萨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，你无请，伊就来了。菩萨的慈悲，迄真的是真正是大慈大悲，无分别，无界限，看到众生苦，伊就来了。你无找伊，伊就来了，大慈大悲。啊，咱常讲，为什么叫小乘，无菩提心？这是大小乘最大的一个差别。咱搁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儒家孔明的学说，今日代表孔明学说的是四书五经。如果搁再扩大一点，就是十三经。这是儒家教学的教科书，伊的入门是四书啊，这个四书是宋朝朱熹编的，编得非常好，真正值得咱赞叹。伊出《礼记》内面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两篇，出《论语》《明主》这四样物件合起来称之为四书。《中庸》是讲理论，实在讲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《大学》是讲方法，如何将一个凡夫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，分量无多，讲得相当透彻，真难得。中国以前读书人啊，无一个无读四书的啊，而且拢会当背诵。这是中国教科书里面最基本的教材。《论语》甲《明主》是甲理论甲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做出一个样来互咱看。你看这种教科书多圆满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也带表演。所以四书甲《华严经》的结果非常相似，是不是当年朱熹读了《华严经》，忽然灵感来了，编出这一部书？因为伊真亲像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内面有圆满的理论，有周详的修行方法，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带表演，甲佛讲的理论方法，实际上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华严经因为篇幅真大，讲得真详细，啊，会使讲甲咱社会各行各业、男女老少、在家出家、生活状况，以修学的方法，拢拢讲到了。这是华严的特色。在《论语》《明主》内面，是以孔老夫子代表圣人，明主代表贤人，啊，你看。人如何将这理论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是值得咱学习的。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内面也讲到戒物
地低圣意正心修心者家帝国平天下，这是儒学教学的战术，教学的总结。换一句话讲，希望达到这一个效果。伊的中心是圣意正心，甲佛法讲的菩提心不谬离合。由此可知，儒家的教学在修行之上。在中国佛教修行经典虽然翻译得相当完备，大藏经里面修行经甲泰国巴利文经典两个一对照，差不多拢有真完全。巴利文比咱较侪，但是侪得非常有限。修行经也翻得真完整，可是修行在中国非常有限。隋唐时候虽然兴起一个时期，不过真倒就衰微了，无人搁再学了。传到中国来，为什么中国人无学？注意爱知影，中国人是以儒家四书五经、十三经代替了修行，而且伊也直通大乘。因为儒家也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。儒家讲两个，圣意正心，一个体一个用。儒家讲三个，一个体两个用。儒家把两个用归纳成一个用，就是正心，体是圣意，也是智性。所以儒家讲一个人心若不行，决定不能圣性圣贤。儒家的学位也是三个：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圣人可比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，贤人可比学士，君子可比学士。要安怎拿到学位，拢爱从真心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爱有一番真诚。爱有诚意，佛法也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。佛法呢是阿罗汉、菩萨、佛三个学位，辟支佛算阿罗汉这一类。那么儒家所讲的是纲领，佛法讲得非常精细，这两个合起来看，可以弥补对方之不足。儒讲得较简单。佛讲得较详细，详细予咱清清楚楚了解真实状况，简单扼要，方便咱日常生活当中去修学，修学爱抓纲领，理解愈细愈好，伊真正有相辅相成的作用。